我们俩牵着手呀，选总统，要选总统。韩国瑜张善政12月9号抽完号次，大唱改编版《彩虹铃》，但有没有发现后方一对犀利眼神处在警戒状态？他是韩国瑜随扈被封为特勤吴彦祖。中华民国万岁！知道韩国瑜准备离场，特勤吴彦祖抓住 timing， 立刻转身让出一条路，要护送韩国瑜。认真的工作态度，加上他身材高挑、外形亮眼，现在也被网友神出身份背景。帅气持枪，双眼炯炯有神。他是34岁的林正宏，今年国安特勤中心推出的形象阅历中，他也有现身。据了解，他目前还是单身，是特勤圈的黄金单身汉。他的询问度超高的，包括我自己的太太都传简讯给我问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就是特勤里面长得很像吴彦祖啊？他的话不多，也蛮腼腆的，不过可以感觉到他非常的机警。韩国瑜身边有特勤吴彦祖，蔡英文这里也有特勤刘德华。走在蔡总统身边，身材高大挺拔、浓眉大眼的男随扈叫做叶飞鹰，跟在小英身边多年，关注度也相当高。长得又高又帅、啊，刘德华，有一点像，很帅啊，很立体啊，他很像外国人呢，就有力量啊，有磁场啊。44岁的叶飞鹰，警察大学毕业，被称为警界魔鬼金肉人，曾是最佳大专健美先生。和韩国瑜随扈林正宏比一比，特勤刘德华、叶飞鹰感觉比较成熟稳重，特勤吴彦祖、林正宏则有浓浓偶像味。选战白热化，蓝绿战得激烈，韩蔡随扈成为话题，稍微为紧绷选情缓和气氛。记者陈奕璇、谭若仪台北报道。